今天呢，照表定的是会讨论职业自由，这我们等一下就会谈。那么今天呢，就延续着我们上一周呢，就提到色情言论。那么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台湾的大法官呢，他在6/17解释呢是怎么来判断到底什么样的色情言论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可以的啊。那么上一周已经有跟大家讲过大法官是怎么来区分，那么这个如果是硬嘴，无论如何都是不许可，那如果是软嘴，那么你只要有一个适当的安全的隔绝的措施，那么这个就可以啊。那我们接着呢，今天的这一个接续讲的呢，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比较法上，也就是说在外国法，那么其他的国家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管制这个色情的言论啊？那我想透过比较呢，或许可以让各位呢有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来这一个观察啊这一件有争议的一个事情。那么上一周已经约略跟大家讲过啊，那么这个色情言论要管制，它的起源一定都是有印刷术兴起，那么大量的、普遍的不管是文字、图画，能够让一般的平民百姓呢都能够接触，那么这个时候呢才会有思考要管制的那个必要。那在西方反而是在启蒙时代呢，是由这些思想家啊，反而是他们鼓吹应该要管制啊，应该要管制。那这个东方的中国、日本呢，其实也是有管制啊，但是呢这个色情的言论呢还是相当的多啊。那么中国的色情言论呢，就是像《金瓶梅》等等啊，这个在中国真正文学史上呢，其实都是很有名的。那么日本江户时期的春画啊，其实也是当时他们的一个特色啊。到目前为止呢，每一个国家的刑法都会像我们有刑法235条的这个规定。那我上次跟他说过呢，这种规定呢，我们是学日本，那日本是学欧洲，那这个被认为它是从欧洲欧陆一直到日本，然后到台湾，那么大致上呢会被认为是可以说是大部分的国家的刑法的一个标准配备，都一定会有这一种，如果你上部猥亵的言论，那么这个就用刑法加以处罚，都是有这一个条文。那么我们是把它规定在妨害风化罪这一章啊。有争议的其实就是说，到底什么是猥亵啊？那么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也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它用的是淫秽的这一个概念。那么日本它是就是上部猥亵物啊，它用的这个汉字跟我们一样啊。那么英国就是 obscene， 就是猥亵啊 ，obscene publication act 一直到适用到现在。那比利时刑法它就直接就说违反善良风俗，违反善良风俗的这个刊物，那这个就是你如果上部的话呢，那么就会构成犯罪啊。那这个意大利的刑法它指的也一样，就是猥亵，就是依照一般人的一个感觉认为伤害他的那一个耻辱的感情啊，那这个就是猥亵啊。美国呢，这个一样是 obscene 或是 lewd 或是lascivious 啊，或 indecent 啊，这一些这个都很抽象啊。那么
加拿大呢，它管制的，它的法律呢，它的规定呢，它不用违宪，那用的是一个更有趣的，它是用 undue exploitation， exploitation of sex 啊，这个算是性的一个不当的一个一个压抑或者是剥削或滥用啊。那么德国以前他也是说这个猥亵的刊物散布，那这个是1989年以前，后来1989年以后他们就删除了，那么瑞士的规定也是一样，就是散布猥亵的刊物呢，这是不可以的。那么现在到底这种管制猥亵刊物呢，我们要了解说到底你们认为说国家为什么要来管制猥亵呢，它到底是要保护什么样的一个公共利益，那我们这个在法学上会被称为这个叫做法益啊。那这个就是首先要从那个目的来看的话呢，那么我们的刑法是把它规定在妨害风化罪这一章，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管制猥亵的这种刑法，它是在保护风化。风化其实就是道德、伦理、善良风俗。只是说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一个那么抽象的道德伦理风化啊，那么这个要那么抽象，那么我们要怎么判断说这件事情是违反道德、违反伦理、违反风化，这个就一直有很大的争议。那么这个台湾的法律学者，特别是刑法学者，一直争执的就是这一点。很多刑法学者都认为这种规定是违宪的，他认为说这种道德那么抽象的道德不能够拿来作为刑法保护的一个公共利益，他认为这个用保护风化伦理为理由哦，那么来管制这种色情刊物呢，被认为这个在目的就已经是违宪了。那么另外有人认为在手段上呢，就是刑法的手段就认为已经过苛了，那有认为说不分情形、不分级管制一律处罚，那么也有人认为这种规定是违反法律明确性原则。这个法律明确性原则就是说，你国家如果立了一个法，你告诉人民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可是呢，到底可以做跟不可以做的那一个标准却是很不明确。如果不明确的话，就让人民呢他的行为举止就无所适从。人民无所适从还不打紧，那可能更严重的就是导致那个执法人员他就依照他自己的一个好恶来决定说这个是猥亵，这个不是猥亵。所以可能甲公务员认为这个是不可以的，这是猥亵，可能乙公务员就认为说这个是可以的，那结果就是让那个一国多制，结果呢也有可能会变成让国家选择性执法，那么会让人民真的是无所适从。所以这个都是一直在学术上被批评的。可是呢，非常有趣的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呢，宣告过这一种散布猥亵刊物，难道应该予以处罚的规定呢？没有一个国家的法院宣告它违宪过。所以呢，这一个饱受争议的这一个刑法的规定呢，是一直存续在绝大多数的国家。就像我们上一周跟大家介绍这个我们大法官的617要解释，他也没有说不能够管制，他只是把它透过解释把它区分软蕊跟硬蕊，软蕊就是涉及的是性暴力、性虐待、人收、性交的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不可以，那如果不是属于这一类的软蕊，你只要有一个安全的隔绝措施那就可以。所以基本上呢，他也不认为说不能够管制，所以在这里就一直就很有趣哈，我们可以来看看那到底每一个国家到底是怎么来处理啊。那么就我们刚刚说过呢，没有一个国家宪法法案或最高法院宣告它违宪。那我们的617要解释呢，他承认性道德的感情、社会的风化可以作为刑法追求的法益，并不违宪，并且用刑法为手段，这个并不过分啊。那
那么就是这一句话呢，引起台湾的刑法老师呢非常猛烈的批评啊，认为六一七呢是不能够，就是认为说他认为可以，以性道德感情社会风化啊来作为刑法的保护的法益，大部分的刑法学者都很不能够接受啊。可是呢，在德国，他们的这个法院的判决也都认为这个是合宪的。那么这个案子，最后这个案子是欧洲人权法院呢，他在也有人的这个告到欧洲人权法院，到英国，刚刚我们有提到英国也有一个违宪刊物法，那像这个呢，也有人告到欧洲人权法院，那欧洲人权法院也认为这是 OK 的。欧洲人权公约甚至有明白规定说呢，可以为了道德来限制言论自由，所以这个是几乎在比较法上呢是很少会出现过说呢这种管制违宪刊物被宣告违宪的这个例子。不过我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呢，现在对于这一个散布违宪刊物的管制呢，到底每一个国家都是它的发展是怎么样啊？那么我这里举几个被认为这个比较先进的、比较走的最前面的，丹麦、法国、奥地利，它是透过直接修法就已经不再以妨害风化罪，就是不再以保护善良风俗呢来管制，它目前呢几乎都开放啊，不管什么软嘴硬嘴，它全部开放，它只有一个，就是说你的管制的措施，就是说，就是18禁啊，你不能够让这个未成年的这个儿童呢，去接触这一些刊物。你只要有做到这一些，那么其他的在丹麦、法国、奥地利呢，就几乎就是现在就是绿灯哦，畅行无阻。那接着就是以德国、瑞士、荷兰为例子呢，他们也是修法，把那个善良风俗做保的法律都把它拿掉，所以这一点都跟我们的刑法不一样。我们刑法是还是一样保护风化啊，但是德国、瑞士、荷兰呢，它是除了保护儿童以外呢，它另外也是在保护那个性自主，保护性自主，也就是说。就像他是说，你如果把那个色情的图片，你如果直接，比方说在一个店面呢，他直接就广告，让这个行人来来往往都可以直接去碰到，那这个他们也处罚，台湾也处罚，可是，在德国人认为说，这个就是侵犯到人民的性自主。他说：“我有不被那个我不喜欢的性言论呢，被强迫中奖的那个 autonomy 那个自主权，所以你如果公开这样去展览这一个被认为这一种会这种猥亵的这一种图案啊，那么在德国也认为说这个不可以啊。那这个还包括性暴力、性虐待，他们都认为说这一些都是侵害的性自主，所以为了保护这一种性的自主，所以国家在这里是可以把它加以管制。那这个是大致上相当于我们在管制那一个就是性虐待啊，这个性暴力啊，那这个是不可以。还有我们也一样，也保护儿童，在台湾也是一样18禁啊。所以大致上，我认为台湾目前的这一个管制大概是跟德国差不多一样。美国在那个明尼苏达州的首府，就是 Minneapolis， 他立的一个地方法。那这个他当时呢，这个州议会呢，他聘请了两个女性主义的法学者来立法。那么他是用那个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管制。那么这个观点的管制，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那个加拿大的，也就是说，如果
那个涉嫌言论的内容是涉及到对性的不当的剥削。那么这个性的不当剥削呢，就是说，如果他的那个展示的内容，对于性别会造成那种性别的压迫、性别的歧视，那么这个就认为这个是违宪的啊。所以这个他是用女性主义的方式，不过这个规定后来到了他们的最高法院被宣告违宪啊，认为说这个也是侵犯到言论自由。这个也一样，从我刚刚开始跟他讲，美国对言论自由其实相当相当保护的，你如果用女性主义的方向来修他们，这种不可以。那意大利呢，他后来是怎么样的先说呢，他是把刑法所规定那个散布公开的概念呢，那么他就把它加以限缩。所以大致上呢，意思就是说呢，你只要没有公开展示，就不算是散布。也就是说，意思就是大概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有一个适当的安全的隔绝的措施。那这个意大利政府这个就可以。所以这个概念也跟台湾的617要解释的方向也大致相当。而日本呢，他们的刑法都跟我们一模一样，可是日本他是朝业者自律的，司法就不再理他，透过那个自律，那结果日本现在变成是色情的那一个工业非常发达。那么美国是怎么来判断呢？我们刚刚举的明尼苏达州的那个算是他们的地方法。那么美国的最高法院呢，他用的判断标准，他还是一样支持，就是说可以以保护道德为基础来管制，但是他要来尝试说那到底什么是违宪。那美国就是他提出一个叫做 Miller Test 米勒标准，米勒案。那他是说呢，以一般人的标准来看，就是说从他的图文的整体是用当代社区的标准，足以刺激一般人的色情的兴趣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是违宪。或者说呢，他的这个刊物呢是适用各州的法律对性行为的描述呢，会使人明显的不快啊。那这个就是 a potentially offensive 啊，就是让感到被冒犯，让人明显感到被冒犯。还有就是作品要整体欠缺严肃的文学、艺术、政治或科学的价值。所以如果整体而言，你会认为它有文学、艺术的价值、政治、科学价值，那就不是违宪。那这些标准真的是很难、很抽象。所以曾经的美国有一个案子，人家批评说，那到底什么是 obscene， 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违宪呢？有人说，那有一个大法官，他在他的意见书就是说呢，我没有办法用文字跟你讲什么是违宪，可是呢，我看了我就知道了。他看了他就知道。所以就是一直让人家批评说，到底什么是违宪，甚至是很难判断。台湾一样是面临这个问题。好吧，那我现在呢，这一个综合比较每一个国家呢，大致上我们可以说，美国的最高法院他还是认为是可以，以保护道德风范来管制言论，但是他们的最高法院就是想要替违宪的概念进一步具体化，那这叫刚刚所讲的米勒标准 Miller Test。 所以美国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国家呢，它的言论自由，我们一开始跟他说过呢，美国是非常重视言论自由，他们的宪法政修条文第一条就明白的规定，言论自由应予保障，国会不能够立法来限制言论自由。所以几乎政治言论啊，什么样的，甚至抽象言论，在美国几乎都可以。唯一的一个例外，美国就是它是管制色情言论。所以美国色情言论它是有严格的管制啊。所以有人都取笑美国的法律呢，就是说美国人呢他是管制色情言论呢，可是他不管制枪支啊。这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所以每个人他都可以拥有枪支，但是涉嫌严重的他们就要管制。那这个有人的一个说法，这大概是美国的国情，就是他们的移民，那么这个清教徒为主的这是移民的社会，那么这个遗留下来的这个残余的这一种清教徒的这种严格的这种道德观的影响。那么如果是加拿大，他的法律一样是规定是为了维护道德风化，可是呢他透过他们把那个什么是 undue exploitation of sex， 什么是一个不当的正的剥削呢，他们透过加拿大的最高法院的解释就变成是在性平等的维护，所以这个是比较是一个女性主义的观点。所以你如果色情的电影也好啊，或者是图片，或者是的文字，如果会被认为说这是对于女性是对女性的性平等是有所侵害，那么这个就会被认为这个是应该予以管制。所以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那很多色情的这个刊物呢，大概即使是软蕊也都通不过这个标准。那么意大利呢，它一样法律是规定就是保护道德风化，可是它把它透过解释，也是刚刚说过呢，到底什么是散布，它把那个散布的概念把它限缩，就是说你只要有安全的隔绝措施，即使摆在店里面，可是你如果有一个封套隔绝措施，那就不该当那个散布的概念，所以透过这样来限缩它的处罚的范围。那日本一样就是转换民间自律啊。那么我刚刚说过，如果是丹麦、法国、奥地利，他根本就已经抛弃了道德风化的外衣，他的刑法是规定说这个是在保护儿童啊，所以只要是有18禁的这个什么都不管。而德国、瑞士呢，他也是抛弃道德风化的外衣，然后改以性自主。儿童保护啊。那么像这个问题呢，我总结来讲，台湾的617要解释呢，对猥亵刊物的开放程度，可以说是跟美国，就从结论上来讲，应该是相当啊，也就是说。对于软蕊，也就是说只要不涉及性暴力、性虐待、人兽性交的色情刊物，那么你如果有一个安全的隔绝措施，那这个其实就是 OK 的。这个跟过去比起来，这是一个这种开放往前跨进一大步啊。那么617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呢，过去大家都在争说，那到底什么是猥亵，要怎么的判断？那但是呢，你如果透过617的重新的诠释呢，那个区分就不再是从猥亵的判断，而是从硬蕊跟软蕊。那硬蕊跟软蕊的区分，那就比较容易了，就是刚刚它到底是不是涉及到暴力啊、虐待啊、人兽性交。而这个软蕊，你只要有一个封套，基本上就是 OK 的。所以617要解释这种判准，在执法上也比较容易，比去判断什么是猥亵，什么不是猥亵，就是更容易判断。并且他用那个安全隔绝措施，基本上，也是受到意大利的法院的启发啊。我们刚说意大利，他是把散布的概念，他把它加以限缩。那美国过去他们的那个华伦大法官呢，他在他的意见书，他也是把那个散布呢做一个限缩的一个解释啊，所以这个大致上可以说是617要解释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重点。可是我们说过呢，这个617要解释出来之后呢，还是一样被
被批评的非常激烈，那就是说刑法学者认为你怎么能够继续用那一个风化道德作为刑法保护的法益呢？那认为说这个是有问题的。那么甚至有人批评说六一七是歧视同志啊。那六一七要歧视同志之后呢，有学者呢在报纸呢写一个爆屁股的文章呢，在批评六一七。那么批评之后呢，最后的结论那个结语我还有印象啊。那个他说呢，对六一七就感到很遗憾啊。然后呢结论就是说呢，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那基本上就是认为说六一七还是在歧视同志啊。不过这个我觉得这种批评就是没有对六一七要解释呢阅读清楚啊。六一七要解释重点还是只是区分什么是软蕊，什么是硬蕊。所以只要是软蕊有隔绝措施，即使是同性的性行为的描述，你只要不是硬蕊而有安全的隔绝措施，其实就已经是 OK 的。所以从六一七的标准，我上次跟他说过呢，京津书店的那个案子应该是无罪的啊，从六一七标准来看是无罪的。那么被批评的其实比较严重，就是有人认为六一七要解释有没有逾越法律解释的界限啊，就是你要解释法律也应该有那个界限。那这个就是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刑法235条，刚刚我们有让大家看到235条，它就是规定说呢，这个散布猥亵的刊物，那么这个是犯罪啊。那到底什么法律只是规定散布猥亵的刊物，可是六一七要解释呢，大法官就把散布猥亵刊物的这一个概念，他就透过他的诠释，就把它限缩。就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限缩成区分硬蕊的，就这个一定是散布猥亵刊物。那如果是软蕊，它更进一步就是看，那你如果有适当的隔绝措施，就不算散布猥亵刊物啊。那有人认为说，你大法官凭什么做成这么解释呢？这种解释难道不应该有保留给我们的立法委员来做吗？那为什么要透过宪法法庭的解释呢？所以有人对这一个六一七有这一个批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人都批评六一七啊，即使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批评，认为谁说硬嘴就不可以，这可以。大家来思考一下，就比方说为什么描述性暴力的刊物就一律不可以。这一类的，那么在欧洲很多国家，比方说以德国也是认为这个不可以，但是他们的学说就挑战这件事情。为什么要严格限制？在德国就是因为我刚刚说过，他们保护的法益就是保护性自主，性自主。所以立法者是认为呢，如果是一个性暴力的色情刊物，如果让它散布的话呢，他认为会引发那个仿效，所以呢，可能就会让社会产生更多的性暴力。性暴力其实就是对于那个受害者的性自主的一个侵害，所以是为了保护一般人的性自主免于遭受性暴力的侵害，所以我们要禁止性暴力的这一种言论。那么理由就是因为性暴力的这种色情刊物散布呢，会引发性暴力的犯罪啊，这就是立法者的一个思考。但这一点就一直被批判，认为国会并没有举出一些统计的实证的资料，一直没有办法证明说真的是涉嫌这种性暴力言论会引发真实社会的性暴力的犯罪。
也就是说这个因果关系其实并没有被证明出来，他只能够说是议员他们的一个一厢情愿的主观的一个臆测，所以就引起批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过呢，他的性质还包括说，你如果把那个色情的刊物呢公布在，比方说这个在比方说在那个视听资料的店啊，那么比方说他的那个 DVD 或者是一些用那个海报哦，那么就贴出在窗外，那个公路人就这样走过去，就你不小心就看到，就被迫中奖。那么这个也是在保护性自主，就是免于遭受性言论的干扰。可是很多人就批评，这种法益其实实在是太微弱了，太小了。也就是说，你如果经过那个店，你看到那个色情言论，你忽然间看到，你如果感到很厌恶，你只要头一转开，你就可以不必看了嘛。那只是因为呢，你不小心呢，它就大大大的那个贴在那里，然后你经过一瞥，人都看到，让你感到不快。只因为让你感到不快，那就要用刑法来保护你，来处罚那个把色情言论贴在外面的这些店家。所以这一点也遭受到严厉的批评。然后呢，这个甚至呢，有德国的刑法学者说，为了他，甚至他们这种说十八禁也不需要。这个是德国有一说认为，他认为说，我在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刑法学者他的一篇文章，那刑法学者就是说，我印象看到那一篇，他是说呢，很多他说他可以感觉跟这个社会读者就是说呢，很多人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呢，都已经偷偷看过这些色情刊物。他这样说，这是人类的成熟呢必经的阶段。他说，但是真的是因为他儿童青少年的时期看过这些不被允许的这种刊物，真的就是妨碍到他的身心的健全发展吗？那么那位教授的学术文章就是说，就像本人啊。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他小时候也是看过啊。他认为说这个，你说这种十八禁，然后可是呢，你说让世人看，让小孩子看，他说这样会妨碍到身心的健全发展。他也认为这个是出于臆测，没有正面。我现在只是跟大家讲的，就是学者对于这种区分软蕊硬蕊那么的这一个批评。好，最后就。我们的硬嘴还包括说，你禁止人兽性交的出版品。那在德国有人批评，禁止人兽性交的出版品，那它一定是在保护什么样的法益？那到底它是保护什么的法益呢？这一点一直被批评。那刚好一直到上个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呢就做出一个判决，也就是呢德国有人就挑战他们的刑法。就是禁止人兽性交，你若散布人兽性交的言论，就构成犯罪。那有人认为说，这个是侵犯到言论自由。最后上个月联邦宪法法院做出一个判决，他认为这个是合宪的，是可以继续禁止。可是他保护的法益是什么呢？各位，你们认为保护的法益是什么呢？那个宪法法案最后他提的保护的法益就是保护动物权，那被证说是保护动物的自主权，那这个又有引起很大的争议。不过这个在德国这个就算是有定论啊，就是为了保护动物的利益。那么，不过大致上呢，我们时间所限呢，我们大致上就在一起。不过呢，最后呢，我要再跟他讲这个激进理性主义的观点。美国有一个最激进的一个理性主义观点，大致上就是那个一个 Makino 一位这个女性主义的法学者。那么在他的一个观点之下呢？几乎就是说，任何涉及到两性的性行为的描述呢，在他的观点认为，这个都是对女性的一个性剥削。
那么性工作对他而言更是不能够容忍，所以如果是采取这种激进女性主义的观点，那我可以说所有的跟色情有关的刊物全部都要禁了。所以这个美国同样的女性主义法学又有不同的派别，那么很多人都批评这种激进女性主义的观点。所以像加拿大这一种就是以性别平等，也就是说如果你看那个刊物的内容是会涉及，可能会涉及到比方说对于女性的一个欺凌霸凌，只要是认为说并不是很平等的一个地位，那这样的话就被认为这种描述性行为的描述呢就是一个违反性平等，那么这个就要禁止。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所以台湾也有一些即使女性的那个学者也是认为说呢，这一个他就说即使是女性也有观赏那一种色情刊物的一个权利，然后他也有一个性愉悦的自由。那么他就批评说这一种 Makino 的激进女性主义的观点根本就是以他自己的一个观点然后来剥夺，于是 也有很多想要享受性愉悦的这一个权利的这个女性的权利。所以他说那这样的话你还认为说这是女性主义吗？不过我只能够说这个是一个不同的女性主义的一个派别的一个观点。那么现在大法官的617要解释呢就是在区分硬蕊跟软蕊。那么有时候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时候也会引起争议，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是适当的隔绝措施。尤其这个适当隔绝措施呢在网络的色情现在问题还是相当困难。我相信很多人你们在网络上也曾经有没有进入过色情网站，那大概都是他一开始就是会有一个联络，就是说呢年满18岁进，那如果未满18岁你就退出，那你就点嘛。难道他说这个就是安全隔绝措施的，所以如果小朋友他自己说啊我已经满18岁他就点进了，那所以说这样算不算是一个安全的隔绝措施呢？除非他是用网络实名制，那这像这个人要用那个身份证去注册，然后要去 check 一下看看这是不是你本人，来看看你到底是不是那个成年人。如果网络变成实名制等等等，那这个又会涉及到隐私权的一个问题。所以台湾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法律并没有要求网络要实名，那么这个实名制大概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要求就是网络实名。韩国在前几年呢他们也是立法要网络呢你要利用网络要用实名制，结果被韩国的宪法法院宣告这是违宪的，因为人民我有匿名然后呢去这个在网络的世界去遨游，然后去收集资讯，然后发表意见等等等，那这种时候这是人民一个基本权，你用实名制其实就是对人民的一个权利一个侵害。那么但是呢这个就是对于你在网络的色情要怎么来那个判断这个是不是适当隔绝措施呢，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大的执法上的一个困难。即使我们刚刚说呢硬蕊的刊物余力不可以，所以你如果硬蕊的这个言论是在网络上，你现在要抓也真的是很难。那即使呢是抓那一个他的那个 service 的这个这负责人，可是有很多他的网站是设在国外，那你要管制呢其实还是有相当困难。所以这个就是目前台湾的这一个617要解释对于色情言论的开放的程度，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那么供各位参考。
到目前为止呢，台湾的道法官呢，已经做成好几号解释呢，跟职业自由有关，有计程车司机案啊，也有视障者独占按摩市场的案子，也有所谓旋转门条款案，还有性工作者案，其实就罚娼不罚嫖案。那么最近还有一个是药师案啊，就是药师可不可以？因为现在法律是规定药师只能够在一个处所执业，那么有没有危险啊？这种职业自由呢，其实是跟一般人们的那个日常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这个跟职业自由相关的解释呢，在每一号解释出来的时候呢，也都受到那个媒体的关注。那先大致上跟他介绍一下，我们宪法十五条就是规定人民的工作权应予保障。那这一个工作权保障，其实就是我们宪法保障人民有那个职业自由的一个宪法的依据。那么同样的呢，任何的基本权，任何一个自由都不是无条件的。那这个我们说过呢，我们宪法23条有明白规定，就是说为了维护什么社会秩序、公共利益，那么在必要的范围内呢，国家可以以法律来限制这些基本人权。所以一样是在必要的范围内，这个到底要怎么诠释，这比例原则的问题。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大法官呢，他对职业自由的限制到底合不合宪呢？他发展出一个非常有名的三阶理论，也就是说，他把国家的立法限制那个人民的那个职业的自由呢，他把它区分为一个是职业选择自由。我现在只是先抽象的跟大家讲，等一下会举例子，那么大家就比较容易进入。那么职业选择自由就是我要选择哪一个职业啊？那么这一方面呢，它又区分国家对它的一个限制呢，又区分为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有主观条件的限制。客观条件限制就是说，它限制是说这种条件呢，是你主观的努力都没有办法去完成的。而主观的条件就是说，它限制你选择这个职业，它设定的门槛是你透过你主观的能力是可以满足那个门槛。那么这个主观条件就很相当的，就是说你如果要从事计程车的驾驶的职业，这个它有管制，也就是说并不是任何人你会开车，那你马上呢就是说好我要当计程车司机，你就可以直接上路了。这我们是有管制，所以根据法律的规定，你就必须要考一个那个小客车的那个营业驾照。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你会开车就可以，所以你要去考那个计程车的一个执照。那这除了就是看你的技术以外呢，那可能还会再考你对台北市的街道的熟悉啊、程度等等啊，这个就。那像或者说呢，你要以后想要去当医生，那么你要医学系毕业，你要经过国家考试，当律师也经过国家考试。所以像这种主观条件的限制，就是说你要选择这个职业，那他设定那个门槛就是考试，那这个是你可以透过你的努力可以达到的。而客观条件的限制就是说，他的那一个你要选择这个职业，那么他设定的那个门槛呢，是基本上是你再怎么努力也都没有办法。就比方说，如果有的国家他是还有包括台湾过去也有过这种限制，他认为计程车
目前数量太多了。那么计程车如果执照一直发，那但是呢，他认为说有可能会对于计程车的市场会造成恶性竞争，所以可能公权力呢，他就会规定说三年内他暂停计程车执照的发放，所以就表示说这三年内任何人你想要去从事计程车司机这个行业，你就门都没有，也就是这种客观条件是并不是你有能力能够克服的，这个就是客观条件的限制。或者说你想要经营那一个有线电视的第四台，那我们的法律是规定呢，一区只能够五家，也就是他也是怕那个恶性竞争，那么也是为了规模经济的考量。所以如果说已经有五家的有线电视，就第四台都已经满了，你想要再经营，那这个那个条件你再怎么跨，你怎么努力，你也跨不过。同样的呢，我们的公路法也是规定说，那个公路的客运就是公车，比方说那个他公车呢，你要经营公车也要经过许可。那我们的法律是规定说呢，一条路线以一家客运公司经营为原则。所以这时候你如果要想要进入第二家，那你再怎么你就跨不过了。这个就是客观条件的限制。而职业执行自由就是说你已经从事那个职业，那么你从那个职业就有很多执行内容的限制，就比方说你当计程车司机，你已经在当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法律有规定，你计程车的那个票价它有管制，不能够乱开，所以它就是有公里数，从开始起跳多少钱，那这个都是一个职业执行自由的限制。那么大法官过去解释就是依照这三个，他是认为职业选择自由的客观条件的限制是对职业自由的限制是最严格的，所以他要最严格的审查。那么职业选择的主观条件限制是对人民的职业自由的限制是第二严格的，所以他是审查，也就是第二严格审查。而职业执行自由，他认为说这个对人民职业自由限制比较少，所以大法官的审查也比较快。那么大致上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识。那我们接着等一下第二堂，我们就以例子呢来跟各位解说。好，刚刚跟大家介绍那个大法官对职业自由的一个管制，那么是采取是一种三阶理论，那么等一下会再进一步跟大家做一些说明。好，现在第一个案子呢，就是4584号的计程车司机案，那么这个是一个让我蛮感慨的一个案件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案子是这样，我们的法律规定，凡是有过杀人、性侵、掳人勒索的这种犯罪前科者，终身不能够领取计程车的营业执照。也就是说，你只要有这种犯罪的前科，那么就一生都不能够当计程车司机。那么最后呢，就大法官的解释呢，最后认为这是合宪。那我的助理呢，一开始就引用了这一个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法官，跟我同姓的一位大法官呢，他写了一个不同意见书，那他批判大法官的多数意见，因为5842多数意见认为这种管制是合宪的，那么他就批评说圣经里大家都要向富人丢石头等等啊，那么他这里写的很好，相当能够触动人心啊。那么他说这个
有犯罪前科的人会被认为比带有病菌的人的下场更悲惨。带有病菌的人还可以透过生理的复原再度获得清白，可是犯罪的人没有一所监狱有能力让他们重新清白，反而可能更加深他们不清白。所以有犯罪前科的人重返社会的路都很艰辛，因为社会上很多人都是向他们丢石头。所以他那时候写这一个就是在批评多数已经能到了，或者说你们都是对人家丢石头的人。那一号解释呢，本人是站在多数意见，所以遭受非常严厉的批评。那当时呢，这个解释做完之后呢，那么回到学校上课呢，我的学生呢，我自己的研究生嘛，我知道学生都还，当时都还，就是对老师的批评呢，就是讲的都快哭出来了。他们说：“老师，你怎么能够说这是何限呢？”那这个让我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那么这一个这要解释呢，我请同学帮我做，也是我的指导学生嘛。那么他一开始就是用这个不同意见，显然他是，也是。批判这个多数意见。那这个解释呢，的确，申请人黄坤总，他是在18岁结婚的时候，17岁结婚，18岁呢，他就因为妻子外遇，那么跟妻子的男友争执，那就犯了杀人未遂。那么这个被判刑3年，出狱之后，那他在工厂上班，那么晚上呢就兼营这个营业小客车的驾驶。从民国71年开始，那么这个是他诉说他的一个艰辛的整个的过程。但是我们过去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是规定，曾犯故意杀人、抢劫、抢夺、强盗、妨碍风化，这个就是刚刚所说性妨碍性自主罪，恐吓取财、掳人勒索，经判决确定，那么这个是不准办理营业小客车的这个执照。那么这个又提到说呢，我总之就是跟这些说明一下嘛，在旧法的时代，你只要犯了这种罪，你只要服刑期满，一定年限过后，你还是可以重新，还是可以去担任机动车驾驶。所以并不是说你犯了这些罪，你就一生一世呢都不能够再担任机动车司机。可是，在1996年，发生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彭婉如命案，这个都是各位很多都还没有出生啊。彭婉如当时是民进党的妇女部的主任，那么他那一年，他到民进党，他在高雄召开全国党代表的那个大会，那么好像是在高雄的国宾饭店还是哪里呢？这个举行。最后彭婉如呢，他离开这个旅馆就没有再回来了。那么他离开旅馆的时候，就是搭上了一辆计程车，就失踪了。结果几天之后呢，就发现了。他被弃尸在这个高雄附近啊，那么就被奸杀。那么这件事情就震惊全国，因为他是民进党的妇女部的这个主任啊。那对于那个警察也是很大的压力，
要面临那个破案的那个压力，舆论瞩目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最后有人送他上计程车，是送他上计程车。而过去呢，就是计程车司机呢，就是记录有很多，有过一些案例啊，所以很多人呢都是就马上呢就怀疑说，是不是这个计程车司机犯下这一个人神共愤的这个血案。那结果就几乎就是地毯式的这个搜索，到目前为止，从1996年到现在2016年没有破案。但是当时呢，这舆论还有警察他的方向都认为这个计程司机是最有可能的。那没多久，就是这个发生命案之后呢，在立法院那个蓝绿两个不同的阵营的女性的立委，那么他们就起来主动的，他们就可以说那个蓝绿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呢就没有了，那么大家就是站在女性的一个立场，也认为说当时的对女性整个社会的那一个安全对女性是很没有保障啊。总之大家都认为说这个是计程车司机最有可能犯案，所以为了保护这个乘客的安全，所以不分党派的女性立委他们就联合提案修改刚刚那一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那么修的就更严格，本来是说你犯了这些罪的这些前科者，你只要服刑期满一定时间过后，如果不再犯罪，那你就好像就清白了，你还可以继续担任这个计程车司机。可是修法结果就是说，你只要有犯过这些罪，即使你出狱了，你这一生你就不要再担任那个计程车司机。那么就是当时的这一个修法的一个背景。那么这一位申请人就是黄坤总，他就从1982年开始担任这个计程车驾驶，后来到了1996年发生潘婉玲命案。那么在那一段他担任计程车驾驶的那一段时间，他其实从来，他可以说是一个模范驾驶，从来没有再犯过罪。那么他的家庭的经济其实是都是靠他在工厂当苦工啊，那么这个又下班之后呢又自己去开这一个计程车，那么最后呢就是要去换照的时候，那么因为法律修改，那么这个那个监理所的人就是告诉他说，因为根据新的法律，有这些杀人前科者，他就不能够再拿到那个计程车的这一个牌照，那这个就是那个过程，所以他就到处去展开这一个陈情，并且他也讲过他在担任计程车驾驶的一些优良的这一个事迹啊，那这些各位你们都可以细节的可以去看那个在赛道上面，我会都已经把这个上网。那么他也找了一些议员、立法委员，可是呢都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协助。那这个是他向这个议员们陈情。那么这个他也向更生保护协会，更生保护就是对受刑者
出以后，前科有前科者，他们的一个就是协助他们如何进一步融入社会。那么，更是保险会最后也是说爱莫能助啊。所以他最后呢，就是因为拿不到那个执照，所以几乎可以说走投无路，所以就也求助台全会，那么也打官司、提起诉愿，都被驳回。那这个最后呢，就到了最高行政法院，也都被驳回，所以最后向大法官申请解释，请大法官审查看看这一个规定，就是有杀人、抢劫、抢夺、掳人勒赎，还有性侵犯前科者，他就一律终身不能够再担任计程车驾驶的这个规定，有没有过度的就超出必要的范围，而侵犯到限制到人民的职业自由？各位，你们认为这个是刚刚我们有三阶理论，各位你们认为是属于这是职业选择自由的限制，还是职业执行内容的限制呢？这个是职业选择自由的限制。那各位你们再进一步再判断，它是主观条件的限制还是客观条件的限制呢？客观就是说，法律规定就是说，你犯了这些罪，你就不能够担任计程车司机。你们这是一个，就我们法学会认为说，这是一个消极条件，就你不能够有这个条件。那你们认为，你人力可以克服吗？可以啊，你看到这个就是说，我可以不犯罪啊。所以这个在我们的一个观点认为说，这是一个主观条件的限制。那当然你会认为说，因为他已经法律修改以前就已经犯罪了啊。当然对这一点而言，他已经没有办法改。不过这个我们是从这个一般啊，就是当你有这个法律之后，有这个条件，我们是从一般来看，他可不可以满足这个条件？他其实是主观的。努力他可以避免、去符合这种消极条件，所以被认为说这是属于职业选择自由的主观条件的限制，所以大法官对他的审查是采取一种中度的审查标准。那么什么是中度审查标准，那么等一下会跟各位这个介绍。好吧，那这个是申请人他的个人的，他有三个小孩，那么这个是讲他的这个家庭背景。好，这个是584的职业的这个解释理由书里面，他这里就有提到这个就是刚刚所说的三阶理论，他们包括选择职业的自由，还有涉及到从事职业的方法、时间、地点、对象或内容等的执行职业的自由。那么对于选择职业自由，他又说又可以分为应具备的主观条件，就像知识能力、年龄、体能、道德标准。那么这个是就这里所提到的。那接着，就是大法官在解释理由书里面呢，会进一步提到说，这个计程车，它跟乘客的安全、乘客的生命、身体、财产安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为了保护乘客的安全，为了建立计程车安全营运的优质环境，增进营业小客车的职业信赖，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法律规定是就营业小客车驾驶人主观资格所设的限制，所以大法官就认为说这是一个主观条件的限制。那这个被认为这种目的
追求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乘客的生命、身体、财产的安全，这是一个合宪的目的。那再来就是要看手段，也就是说，他这个手段可不可以达到，就是终身不准他申请营业小二这个职业登记，这就是为了达到目的的那个手段。那我们要看那个手段有没有超出必要的范围。那么在这里，大法官首先就是要审查看看，他的目的是不是足以，手段是不是有效的能够达成目的。那么大法官认为是可以有效的达成目的，那么他就去从那一个再犯率来看，就是说有了新法之后，那么是一个这样的什么下降啊，认为这是有效可以达到目的。可是呢，有没有必要还必须进一步判断，它是不是一个最小侵害的手段？也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管制手段是比终身禁止他在担任计程车司机的这种管制手段，是对人民权利的侵害是比较小，可是又同样的能够有效的达成目的？各位，你们认为有没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手段？我们再讲一次啊，这个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乘客的生命、生命财产安全。所以他的手段就是让这些有杀人、性侵前科者，就让他终身不能够担任计程车司机。所以让这个有危险的那个因此的这些驾驶人就不再当计程车司机，那这当然是对乘客的安全，当然是这个目的的达成，当然是有帮助。但是除了这里以外，你们这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手段是对人权侵害比较小而能够有效达成目的？这个问题呢，曾经大法官呢在做成这个解释的时候，就开了说明会，请了很多各个不同的比方说这个有计程车司机工会的代表、内政部的代表，还有包括更生保护会的代表等等，那么来表示意见。那么很多人都提出了一些替代手段，那么有什么样的替代手段呢？有时候那替代手段呢并不是那么的容易能够采取。有人曾经叫大法官呢在开会的时候建立的一个替代手段，就是说应该在每一辆计程车司机都要有那个电子的那个控管，他说这个每一辆计程车司机都有一个连线，在他说比方说台北市计程车就有一个中控中心，那么中控中心呢他要有一个荧幕，他说让全台北市呢即使是有几千几百辆计程车司机，每一辆计程车他到哪里都可以随时被追踪，都可以显现在那个电子的地图上。那么他要求就是说可以在计程车的乘客后座呢，要有一个按钮，万一发生那么危险的时候呢，让乘客可以一按钮发出求救，然后就可以讯号传送到那一个中控中心。那么中控中心呢，发现哎，这个是某一个计程车，现在他们那个点出现在，比方台北市的哪一条路，那么有人发出求救，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那就可以有一个空中的那个检查的直升机，随时都在台北市的上空盘旋。然后呢，这个就那个根据那个资料，它可以马上计程车就可以马上追踪啊。那么另外我们还有检查就可以从那个直升机啊，那么大概就是可以绳索下来，然后就可以及时呢去拦截那一辆计程车，然后来救人。这个就是有人这么建议。你们认为这个是可行吗？这个他可是看了美国的《弹岛警记》的这个电视剧啊，那这并且也正是可行性太低。那么有人认为说，你就是采取这种方法的话，那就根本
即使什么江洋大盗，他要帮机动车驾驶，你都不必怕，就可以让他就根本不必限制，因为万一他要犯案，那么我们就可以马上透过那这种电子的即时的监控系统，那么那个直升机马上呢都随时可以救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表示说完完全全根本都不需要。可是这个手段就根本是没有的，就可行性非常的低，大概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大概是成这种方法。那有人建议呢，应该是学对岸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位你们有谁到对岸曾经开过那个搭过他们机动车？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搭过了。他们大概就是计程车前面跟后座都有那个铁栏杆，有没有人有那个印象？那透过那个栏杆哦，那我就认为说这个是可以来保护那个乘客免于受到那个计程车司机的这个威胁。可是呢，在讨论的时候呢，有人认为说这个是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因为计程车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移动迅速，那么即使有一个铁栏杆啊隔绝司机跟乘客，可是呢，司机他控制了整个的计程车的一个方向，你让这个乘客，你大概就可以把他载到人烟很少的一个地方，所以你要保护乘客，其实也很困难啊。所以当时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讨论，那么最后就是。大法官最后是认为说，没有其他更小侵害而又能够达到目的的手段。那么曾经也有就是少数意见的大法官，他提出一个个案审查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让每一个有这些犯罪前科的人，那是一个案，就是他来申请计程车的营业驾照执照的时候，组成一个委员会，这委员会有犯罪学的专家，有各种不同专家，由这个委员会依个案来审查，看看这个有杀人性侵前科者到底他的再犯率多高，那么以依个案来判断，如果认为他过去素行良好，再犯率我们可以判断说这个比较低，或是根本不会再犯，那这时候就发执照给他。你如果认为再犯率比较高，那就不发执照给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确你就不需要一律严格，就是一律不准他当进行的事情，跟一个案来判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是一个较小侵害的手段。那么当时大官也是针对这个来进一步判断，可是发现到目前为止，我们对那个再犯率的判断，根本在犯罪学的这个研究上面，还没有能够很精细的判断说，一个有性侵前科、有杀人、暴力、抢劫前科者，到底他出狱之后，到底他的再犯率很难能够有一个让人家能够安心的一个判准，尤其是要知道说，台湾有一个制度就是假释。那这个假释就是说，在服刑的这个受刑者在服刑期间，如果他在监所、在监狱里面的服刑态度良好，那么会有一个假释委员会来判断，在满足一定条件之下呢，如果认为他的再犯率低，可以提前让他出狱，这个就是假释。所以理论上呢，这个每一个获得假释都是经过一个委员会，那么包括在监狱里面的这些监狱官，他们会去观察这个受刑人他们在监狱的表现，从各方面来判断说他到底他的再犯率多低或是高，基本上被认为说这个是在应该是很低的人才会让他假释。可是台湾最后判断的就是再犯之后，就是假释犯出狱，
再回笼的高达四成，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就是记这个的让大官呢，对于这个再犯率的这个判断，就是认为这个是没有办法能够，你连那个假释委员会的判断，大概就是说对再犯率的判断，他说你会有四成都还会再犯嘛，所以这大法官就是认为你用个案来判断呢，也不是一个能够达到保护乘客安全的目的。那么当时大法官就是担心，就是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为万一犯案，那么对乘客的伤害，如果是属于是杀人、性侵，这个都是不具有回复可能性的伤害，所以这个都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发生。所以就是因为那个法益的受侵害，那个比较脆弱，他的侵害的可能侵害呢是不具有回复可能性，所以对那个所以大法官对立法者为什么那么严格的限制？所以对那个事实的判断呢，他就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就降低他们那个要求。所以最后呢，就是大法官就是担心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就万一，就大法官就担心说，万一有宣告真是违宪，难道让有性侵前科者让他再继续当轻车司机？那真万一哪一天如果有性侵前科者又再犯了，那时候这种只怕万一的这个情形，会对很多大法官也会这样说，这个其实是难以承受之痛。所以最后呢，就是不得已，就是说这个是合宪。那这个是我曾经写的一个协同意见，协同意见就是在支援，就是在替多数意见在补充，在 backup 它的一个意见。那这被批得很严重啊，一个协同意见书。那这个就是对再犯率啊，这个问题。我这个意见书呢，我最后有提到，就是说，再犯预测的正确性目前还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社会被接受程度。一旦再犯的预测程度提升，本席有改变立场的准备啊，来做危险的一个判断。那么这是我另外一个同事林吉大法官，他是采取不同意见的。那么他跟一开始我跟他介绍那个徐秀大法官的这个不同意见，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啊意见书。那么他们就是在批评那一个多数意见。那么他最主要就是认为，即使再犯率的判断，他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判断说那个性侵杀人前科者到底他再犯刑满之后，那再犯率到底是多高？如果他认为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判断的话，他认为说，既然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判断，你就不能够以此为理由来限制人民的职业自由。所以这个是林大法官他的一个看法。那我的看法是说，你没有办法判断，那只好就是为了就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所以只好就是采纳我们立法者的一个看法。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就是先天的一个看法，就在这里立场就分歧。那么这个是林大法官他的一个看法。总之大家都，但是大家都认为，在台湾的确，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对有前科者的一个歧视。有前科者，你到了出了社会呢，几乎求职到处碰壁，而计程车被认为是极少数可以不求人的一个职业，所以很多大法官就是这些持不同意见的大法官认为，你如果
逼得连他们计程车司机都不能够当，你最后会让他们求生无门，那最后只好会继续犯罪，就变成是永远无这个没有办法这个重生啊。那么这个就是最提到，是给他更多的污名，更少这个出路。好吧，那这个现在是让看结果。584号是这个计程车司机的整个的解释文解释的由书。那么各位，你们如果看那个从塞法看那个，你们有幸都可以上网更仔细的看大法官的这一个解释呢，他所持的这个理由。这一号解释呢，其实我觉得确实是应该事后呢，再经过反省啊讨论呢，我也认为这个应该是要采取违宪的判断才比较正确。那么至少我个人是认为，一个人如果出狱以后，如果他会再犯的话，通常都是在出狱以后的前几年会再犯。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他如果没有再犯的话，随着那个时间的那个递减，那再犯的可能性就一直递减，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他的再犯的这个经过统计呢，大概都是前几年比较高，后来就大概就一直递减，所以一定时间过后，可能是8年或10年之后，他的那个再犯可能性，大概就会跟一般没有犯罪前科的人，有可能犯罪的那可能性，大概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会不会有犯罪的可能呢？我们其实大家都没有犯罪的前科，但是你有没有可能犯罪，这个是不知道。就是，但是就是说会有那个社会的风险，可这种社会风险是一个社会要继续运作下去，要共同生活所必须能够容忍的风险。所以同样的，就是我相信一个人如果他有杀人、性侵前科，如果出狱之后，可能10年内他都没有再犯的话，理论上应该是说他的再犯可能性就跟一般无前科者的那个犯罪可能性都已经一样低，这个就是一个可以容忍的社会风险。所以从这个观点，我就认为，终身禁止应该是一个超出必要的一个手段，应该就是有一定时间的限制，只是说过去是5年，就是刑满出狱之后3年或5年就可以。那像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3年或5年，可是至少可以想象呢，10年你如果没有再犯，这已经几乎就很难，且都说他会再犯。所以从这个观点，就是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这个终身禁止，就是值得批评啊。不过最主要也就是当时呢，我们也参考很多国家他们把计程车的这个行业，有的国家的限制比我们更严格，有的国家的法律是规定，你要担任计程车司机呢，必须是那个有持有良民证的这个人才能够担任计程车司机，也就是说你必须是无任何犯罪记录，无任何犯罪，就是他们把计程车司机当成是类似一种特许的一个行业，他们认为这个竞争有他的这个行业有他的那个尊严，所以他们对于要加入这个计程车的这一个行业这个团队呢，他们就有一个这那么严格的一个要求，来建立他们的计程车业的这个形象，所以就是甚至就是说，你只要有这样的犯罪记录，你大概就 out。那么有的国家就是有这种限制，那么有的国家他们限制的条件都不一啊，都不一啊。那这个，所以你说我是从刚刚说的这个无犯罪前科者，那么他的限制大概是比我们是更严格的。
但是我整个说，每一个国家他们宪法法院的一个判断，可能这个国家他们还没有被挑战啊，这规定合宪不合宪还没有经过他们的宪法法院的一个审查。那么至少我们这个经过这个规定呢，被大法官审查结果认为这个是合宪啊，那么这就是对。至少对这个案子呢，当时就是对黄坤荣这个驾驶，说真的是对他蛮不公的。他已经出狱那么久，那么一二十年来都没有再犯罪，然后呢，就是以他这个为例子啊，那这个就显然就是说这个是这种中式的禁止，你没有例外啊，那么让他就因此此后就。求生无门，这的确是是一个过度的一个限制。那么对这个案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有没有人认为这个应该这种限制应该是合宪的吗？有没有人说违宪或合宪吗？有没有要表示意见？过去我承认这个案子是很多人都会对这个蛮感兴趣的啊。好，那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你们在我们的那个讨论课，我有没有用这个案例啊？有 ，OK， 好，那讨论课跟助教再进行讨论。好，接着我们再来看那个649号视障者独占按摩椅，这个是一个也是很很令人感伤的另外一个案件。我们的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为了保护盲人，就视觉障碍者他的就业权益，那么它的规定就是说，按摩业是保留由视障者来担任。那么非视障者，就明眼人，你如果从事按摩业，那么被抓到的话，那么就要麻烦。所以这个就是他把按摩这个职业，就只有就是盲人你才能够从事，所以这个就等于是限制的。这一个明眼人就是你不能够选择这个职业。那么各位你们回去可以看哈，先看我们下一周继续，你们可以先思考一下，这个是一个主观条件的限制，还是客观条件的限制？那你们进一步来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们，你会认为这个限制是合宪的，还是违宪的？下一个继续，好，今天说到这里，好，下次。